Drakis 方灿近日在机场出关时不小心手上的笔电掉落，惨摔在地的画面让粉丝们看了超心疼。不只是高昂的笔电坏了要维修很烧钱，还担心方灿努力为团体制作的歌曲会因为笔电坏掉泡汤。如果真的因为笔电坏掉，可能接下来专辑收录曲制作进度都会受到影响。虽然笔电摔到当下，方灿立刻捡起来检查是不是有问题，他看了一下之后松了一口气，似乎笔电没有受到太大损坏。不过事后方灿在社群平台上跟粉丝说，笔电无法开机，让 Stay 都被吓坏，只好祈祷方灿平常有按时备份，也安慰他不要太伤心，说不定笔电的硬碟没有受到损害，只是电源或是开机键需要维修而已。